Oh my god！ 谢不柔十八为你打江山，选的实验室，看看这位水友给我们带的什么装备。20多万的面罩头盔，30多万的六级角耳机，一个大背包，搜一下，看看包里给我们带的什么武器。一把 MP5 冲锋枪，但是乍一看这个劲儿好像在哪里？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我不想记得，我不想记得，我想忘掉，我想忘掉。我们掏出枪来看一看。这啥呀？这是啊？走！我直接不想说话了。他跑上来给我丢了个单挂，真想一刀带走他。虽然只是心里想，但十八毕竟还是爱粉丝，下不去手。我们再来细看一下这把枪。待会儿要有人，别放声音了。四个劲儿，最重要的问题是没有脱。即使粉丝虐我千百遍，我还是待他如初恋。十八的爱粉程度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啊，兄弟们！我的发，他是在笑吗？他在笑？压死你！我也懒得搭理他了，做好战斗前的准备，先检查一下弹夹，再检查一下枪膛，避免卡壳。三个激光，一个字，绝。再来检查一下镜子的切换顺序，一切就绪，准备出发。接下来就看我的表演秀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我来到这儿，我才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就是我右边的视野完全被枪的镜子给挡住了。等于我在用半个屏幕跟别人整个屏幕在玩，我真的是打个勾吧，烦死了。这个时候听见黑卡里面有人，他好像送完物资要出来了，我们看他走不走我这边，来首阴间枪法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认真听脚步。很可惜的是他去了绿旋，他大概率可能要去搜绿卡。我又听了一会儿，听到他的脚步在这个位置附近，他突然跳上来，我也是立马开枪，不知道打死没，总感觉这个人好像知道我在哪似的。打了他之后回撤了一手，他也没有追下来，然后选择来到机械这边再扔个顺爆雷。刚刚打的第一波枪也是自己按错键了，切了个镜，但是打完这一波操作之后他也是没有动静了。我心里想着是不是被我烂枪打死了，还是被我雷给炸死了，准备去绕一手看一下。直接来到了敌人最后出现的地方，找一下看有没有他的尸体。找了一圈也是没有发现这个玩家的尸体，然后在这边也是一直没有这个玩家的信息。后面粉丝说他那边有 AI， 于是我决定找 AI 去练一下这把枪的枪感。我死了，我被人杀了，我这连镜子准星都看不到，我打个勾吧。